我想把现在物业给辞了，我想你出来挑头做物业。赵雨晴，是不是所有妨碍你升官妨碍你发财的人你都得铲除啊？你跟吴正成他们有什么两？你把你那卡借我用一下，我要出差订个酒店还有飞机票。今天早上通过手机预订的双人大床房，因为大床房没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换成双床房。什么双人大床房？入住人显示的是郑雨晴和高飞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女不强大，天不容。